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节点，这片宽广的河口潮汐滩涂湿地，不仅有珍贵的生态价值，也是全球候鸟重要的停歇地、繁殖地与越冬地之一。从事鸟类监测保护工作20余年的袁赛军，在这里见证四季的更替，候鸟的生息繁衍。春末夏初，滩涂上会长出茂密的芦苇，吸引着迁徙而来的夏候鸟，在这里筑巢，孕育新的生命。不同于其他在芦苇或树杈上营巢的鸟类，须浮鸥会用各种植物搭建浮在水面上的家。观察雏鸟在浮巢中长大的过程非常有趣。等到秋天，夏候鸟南迁，飞往更温暖的地方。东滩也会迎来一些短暂停留的旅鸟。生长在潮间带的海三棱标草是中国特有的本土植物。经过一个夏天，它们的球茎储藏了丰富的淀粉，当冬天来临，就会成为小天鹅、白头鹤等珍稀鸟类的越冬食物。冬候鸟们在这里休养生息，度过寒冷的季节，为下一次迁飞储备能量。湿地的水域里还有各种鱼类和底栖生物，它们参与构成了这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。湿地虽然只占了全球陆地面积的5%至8%，却为40%的野质物种提供了栖息地。除了涵养净化水源，还能够吸碳固碳以及调节局域气候，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未来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提供智能电动汽车，并部署充电设施，助力生态巡护。未来还将携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，构建清洁低碳的能源自循环体系，持续守护湿地生态系统，共同迎接晴朗天空。